第七場的賽事，來自南方 的選手，來自 Core Combat 的傅樂軒。跟住是紅方的選手，來自 S 輝的唐少雲。第一回合，剛剛做到一個很漂亮的拋物線的一個背摔，這個摔框是成立了的。End of round one， 第一回合結束。Second show， 助手離場。Second show， 助手離場。Round two， 第二回合。
End of round two， 第二回合結束。Second show， 助手離場。Second show， 助手離場。Second show， 助手離場。Round three， 第三回合。End of round three， 第三回合結束。成績在我手上，現在公布成績。一號裁判紅方27，藍方30。二號裁判紅方27，藍方30。三號裁判紅方27，藍方30。藍方是以3-0勝出這場賽事的，恭喜藍方的選手，來自跨級別的傅樂軒。接下来是下一场的赛事。
有请南方的选手 Core Coming 的谢文伟。跟着是红方的选手，亦都是来自 Core Coming 的何文谦。